我点了一个主播当陪玩，今天心血来潮想点个陪玩玩，结果正好看见团里的主播呆呆在线，大洋不要了给他了，不过客服态度不错，好评。为了避免开始就被发现，我特地用了我女朋友的账号。哦，好友申请来了。 OK， 废话不多说，让我检验一下主播陪的态度和服务。我来。为了避免开局就被发现，我的人设是19岁女大学生。 Hello， 本们好，欢迎来到 Lucky 俱乐部，这里是 Lucky 的呆呆。你说山高路远，我说一路陪伴，众生皆草木，唯你是青山。希望本班可以在 Lucky 有一个好的体验。这什么表情啊？滚！本班是对我有哪里不满意的吗？本班是觉得我这个蛋仔形象是不符合你的要求是吗？滚！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本班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。你可以开麦说话吗？情况有变，切换人设，现在是21岁男同学生。可以。哦，可以说啊。你这个，这声音怎么感觉？我声音怎么了？嫌难听？没有，就感觉有点像我一个朋友的声音吧。没事。那你朋友还挺多的啊。那这还好。那本班想玩什么模式呀？巅峰还是乐园呢？巅峰吧，就双排带我上分。OK， 那这包在我身上好吧？记得过来给我超级起步。本班我来给你超级起步，冲！可以，看来本班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哎，我没过去。没关系，有我的。我看本班好像是一个鸽子蛋吧？为什么想点一个主播陪，而不是点一个笨蛋陪呢？因为我有原则。OK， 我到终点了，本班快传。我过不去，你夸夸我，我就过去了。本班长得是一表人才呀，声音又好听，非常的帅气。保送了，那没事。我过不住了，兄弟。OK， 咱们第二关鹊桥相会啊，本班来，赵燕，我给你起步。OK。哎呦，刚才有点小失误，不要慌。我送你了，你再这样。不，本班息怒，这是一个小失误而已，问题不大的。看我现在接力啊！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这样接力？这个桥它刚抹润滑油了，有点小滑，问题不大，我来送。不是你主哎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阿弥陀佛。中国人认为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它是什么？它是。问题不大，这才第二关，能过去。咱们不要慌。造孽！投诉了。别呀，本本，我这真的是有点小意外的。投诉。本，对不起，刚才真的有一点小失误，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误。走开啊！我生气了，你这主播没技术啊，鸽子蛋你都带不赢，还不如让麻辣毛蛋。哎，你。本班，你可以再说两句话吗？神经病啊！爱听别人说话，神经病啊！哎呦，我就说刚听着声音怪怪的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真麻蛋在这装的呀！怎么你还点上陪玩了？谁是？你这说什么东西？哎，快别夹了，你这。你割了，换个嗓子，你也是你这样子。我是
我是点你的本本。神经病呀！我头疼。神经病呀！你给我滚啊！滚啊！啊，这就暴露了啊！嗯，憋不住了是吧？我告你回棒，知道吗？我告你回棒啊！他回棒我呀！他在回棒我呀！今天我是点你的，我是板板，你在干什么？注意你的态度。那个板板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一点小意外啊，现在是一个正经的一个好佩佩。注意你的态度啊！今天我是谁？大声告诉我的名字，我是谁？你是我们伟大的板板。哎，这个还差不多，好吧？上局这么菜啊？你这么菜是怎么服务好客人的啊？你一天就这么干活的？我请你，你就这么给我干活的？鸽子蛋呀，哥们儿，我叫鸽子蛋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咱要是能行，咱们就去当技术陪了哈。哦，合着你给我搁这卡 bug 了啊？那没有办法嘛，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，陪伴老板的开心和快乐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开不开心就完事了。谢谢你，我开心开心极了，开心开心极了。好，回归一下正题，来再来一把，快点儿。OK， 我园子不能白花，快点儿，给再来一把。OK 啊，本本，那这把咱们就认真了，好吧？不跟你开玩笑，也不跟你闹了，让你见识一个真正的技术陪该有的实力。这把看好了，肯定能带你吃的。来来，毛姐，快来快来，给我起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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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起步呀！你在干嘛？不是，我是谁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本本啊，我这就跑了。注意跟上。谁给谁起步啊？注意跟上。我的啊，来，谁给谁起步？你让我给你起步啊！本本传送接力吧，本本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这才是你嘛！啊，哎，来，我叫了吗？我都快崩溃了！我让你叫你就叫，你神经病啊！下次不许叫了。这甜难正食难吃。这一把好好玩，我给你镜头。如果这一把玩不好，你就去给我当笨蛋陪。OK， 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我送。你滚啊，呆呆！你给我滚啊！这我有啥办法呢？人家一个弹板直接就过来了，我连道具都没有呢。你给我滚啊！看到哥的实力了没？啊，谁是陪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还配叫？你滚啊！你下次你已经被除名了，你滚。我滚了，别呀，留口米吃呀，大哥。嘿，你这玩的跟屎一样，你在这叫什么呀？你给我滚！本本刚才就是说，咱们游戏里面有点小失误是很正常，但希望本本能给一个好评好吗？老板，本本宽宏大量一点。明白明白明白啊，不给。真的有这么绝情吗，毛姐？啊，
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关系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叫你一声板板已经够给你身份的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来，你再说一遍。那个板板，希望您人这么帅又这么大气的，对不对？给咱们小小的一个好评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这多大点事儿嘛，对不对？都没问题没问题。我就知道板板最好了啊，我爱板板，板板今天晚上回家吗？我给你洗脚脚。妈妈洗脚。